的小知识员阿杰，我都不知道你国中有被霸凌，痛苦而已。难怪你现在个性那么鸡掰，有吗？那什么东西？等一下看。什么鬼东西啊！话说，你不得不说，这个人真的蛮像我的、欸，还真的颇像。但我跟你讲，可是我，我国中有这么高吗？然后他往后跳一下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如果被我遇到，我一定打死他。其实蛮像的，真的蛮像的。那个人眼镜直接这样飞出去。电传感应定业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内行，真的是内行，聪明。